你要学会这样做焖面，再也不用发愁下班回来吃什么了。尤其到了夏天，最喜欢吃豆角和肉的焖面了。口味一样的，跟我做起来吧。最好找个铁锅炒个糖色，然后再放肉，一定要把肉的多余油脂煸出来，然后放两个八角，炒香后放入葱姜蒜末，这香味啊半条街都能闻得到。然后放入豆角，随便翻炒两下，下一个重点开始调味，生抽、老抽、陈醋、盐还有十三香，像这样翻炒均匀，然后加一碗热水，水稍微多一点，先盛出来一勺，然后再下面。下好面，把刚才那一勺汤浇上去，这样就不用担心面焖不熟了。最后撒蒜苗、淋香油，这样一拌，哎呀，没有什么事儿，一锅豆角焖面就着打蒜解决不了的。